想找一找谁是后怕倒，愿打也愿爱天下无双，爱不爱拿起来往哪儿放，总有人敢做却不敢当，想一想舍命拼一场，靠的是智商还是心脏，算不清那多情，笑着倾倒沙浪，能不能一人一半别来尝，弯不转的缘分，劝住你我不匆忙，碰到谁心花怒放，爱不爱能不能潇洒的下场，将来的生活会过得非常凄惨，每天只能吃一碗稀饭，还有搬砖头干粗活。哦天哪，您老公将非常对你暴力，三天一大打，两天一小鸡，你想过得非常凄惨。你相信世界上有许多无法解释的事情吗？当然不相信啦。上帝说过，任何事情都可以解释。那为什么我长得比你美？哎，你能不能？哦，我是说你能不能不要，就你想说什么痛快点，算了没事，那我们改天再吃吧，先这样挂了。神经病，这下结婚框可麻烦，二米你可真敢干，这可怎么办，男人婆，你要去哪儿？你管我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就是要管你，是不是要去丽苑酒家？是啊，我就不能去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约了林海天了？我听到你打电话。我没约。难道是万人迷约的？是啊，万人迷说真有钱要见他，他已经在路上了。喂，你既然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为什么不拦着林海天啊？你还得什么心？太过分了！你凭什么这样说我？啊，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万人迷什么都干得出来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不告诉我们，太过分了！哈妹，皮包，喂，啊，请问十二号台曾先生？好，这边请。杯。
林先生，林海剑，站住！还有事吗？你来了正好，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。我跟陈小姐订婚了，她现在是我未婚妻。你今天找我来就为这件事吗？我找你来，我幸福得很紧，我哪有空找你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嗨，你不找我，我会来的。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很豪气的人，没想到你做这么卑鄙小人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没有心情观看别人的幸福，尤其是你的。你这个小子，敢教训我？啊，是我叫你来又怎么样？我叫你来参观一下我有多幸福。你有什么可清高？有什么可牛气的？到手的钱不赚，眼前的女人不敢要，你是男子汉哦。我是不是男子汉不用你管，你是不是男子汉倒要画个问号。我告诉你，钱是可以赚的，女人是可以追的。你明明知道他是个结婚狂，你还用婚姻来诱惑他。我诱惑他？好，我诱惑他，我成功了，现在我们订婚了又怎么样？陈叔，告诉他你有多幸福，告诉他你很幸福啊。快点。陈小姐，本来我现在应该说句祝福的话，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来。我知道你是一个渴望婚姻、渴望幸福的人，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，你此刻拥有的是不是你正想得到的那种幸福。搞的鬼！我等计程车。站住！啊，我明白了。今天的晚上的位置是你定的，这个人是你叫来的，你是存心破坏我们好事是吗？啊、哦，我不敢呐、啊！你高兴我就快乐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来这里？刚刚为什么蹲在这边？啊、我找电话，我今天来这边定位的时候忘了电话在这边。那我刚刚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呢？刚找到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胡说八道。嗨嗨，怪你果然在这里哦。林海天，你也果然在这里。哎，是不是他让你来的？是不是你让他来的？爸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他让他来的。哦，今天是你爸的好日子，你们是来庆祝的。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有事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嘘。金老板，金融狂，帅哥，你好。我们待在家里面太无聊，所以出来吃饭，没想到碰到你们啊，对不起啊。我们还是换家别的吃好不好？哎，就这个样子。恭喜你们了，你们慢慢来，拜拜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还没吃完，回去再吃啊！不要管他们了，来来，走了，走了。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你一早知道情况，故意让我去看热闹的？你看看你们这帮人，人家结婚狂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幸福，你们应该恭喜他才对啊！我就是看不惯他的样子，找你彻底死心啊！这什么话？我从来没对他动过心，我死什么心啊？得了吧，
从眼睛里就可以看出来你特别在乎。我的事不要你管。谁想管了？哎，林海天，这不能过。真心，你也跟着凑热闹。不是了，你不知道今天在家里那个状况，万人迷真，我们真的担心会出事，所以才来的。我可以作证呢，今天万人迷真的心里有点不平衡，他有点变态。对啊，听到了吧？这可不是我的错。算了，我们不要理他了，请你们吃饭吧，走。啊？啊？哎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看你心里那么烦，是不是很在乎他？你有完没完啊？得得得，算我说错了，我不去吃了，你自己去吃吧，走了。他们在吵架呀。嗯。那我快饿死了，哈妹，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谁能吃啊？你看我现在这样，哪还有心思吃饭？不是没什么事发生吗？你看林海天不是很好吗？很正常的。因为每个人都像你呀、啊，好不好全都挂在脸上。我觉得他不正常。没有那么严重了，别想那么多好不好？我不想多怎么行呢？哎，还有你啊，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接触万人迷？总是护着他。哎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万人迷什么角色？万一你跟他闹开了的话，监护狂跟你老爸还能好得下去吗？那我现在没闹开，他们也好不下去啊。没戏。会有戏的。你忘了他是结婚狂吗？对啊，他是结婚狂哎。所以打从明天开始，你要好好的去帮你爸跟结婚狂下一点功夫，会好的。对，明天开始我要好好帮我爸，我要下什么药呢？我总不能说把林海天从结婚狂的心里挖出来，然后再把我爸装进去缝起来。可以的，但是你要先当一个外科医生。真的有点替你爸担心，觉得他蛮可怜的。对啊，连你都觉得我爸可怜了。看来我爸真的很可怜。吃点沙爹。我不饿，我不想吃了。啊，不想吃不要吃了。想回家是吧？终于回去了。可是你还没吃啊。哦，没关系，多打包回去就好了嘛。老师，把车开到门口，你要走了。想念怕变成夜风，天亮了。
我不是故意要帮你订那张台的。这里没你事，我待会儿再跟你算账。你还好吧？没事吧？我还好，谢谢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看着你，是因为他没事，算你走运。他要是真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都不会放过你。我刚收到了一条短消息，我念给你听听好不好？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回忆也淡了，看着看着就累了，星光也暗了，听着听着就醒了，开始埋怨了，回头发现你不见了，然后我就乱了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这好像是你现在的心情。我没有什么心情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看见你这个样子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你是不是后悔了？是不是觉得我爸不好，所以不想理他了？
真的喜欢你，所以我不想看见你哭，看见你难过。我希望你一直都能开开心心的，希望以后呢能有一个很疼你很疼你的老公。我希望你很幸福。我爸这个人呢，虽然平时看起来毛病挺多的，可是其实他心很软的，他很善良的。我知道他是真的喜欢你，我是他女儿，我了解他。我从来没看过他对哪个女人那么好，那么上心。我相信他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陈先生他真的对我很好，我也相信他对我是真心的。可是你别说了，我这人挺自私的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不想听了。你知道吗，我可能一辈子也嫁不出去。要是我到了几十岁也没有经历过婚姻，也没有经历过爱情，那是多可怜。什么意思？你是想……我想要结婚，我真的很想要结婚。我想要有一个老公，我想要有一个家庭，我不想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。你是一个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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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人，你会幸福的，无论如何都会。谢谢。你可真够狠的。这么早，你到哪里去啊？我去上班。上班？他那么早去哪里？他说他上班去。上帝保佑他还正常。你怎么还说他正常啊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正常？哦哦哦，就知道你乌鸦嘴。哦哦哦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哎，陈先生，怎么在这？我昨天晚上想打给你，我怕太晚了；今天早上想打，又怕太早。早点吃过没有？青青，我们一块吃，看看我写字楼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留在这里上班。来，走。陈先生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生，这戒指还给你。干什么？其实你的人真的很好，虽然有时候比较凶，可是我知道你的心是很善良的。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神经病！我说配得上就配得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什么万人迷跟你讲了什么话是吧？没有没有，他什么都没说。郑先生，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为什么？我有很多缺点的，我想我们根本不适合对方。是不是你还想着林海天？这样吧，我给你时间，你慢慢去把它忘掉，我会等啊。我没有想别人。为什么这样？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。那就很好了。可是跟你在一起，我感觉很不真实。我觉得我好像过着别人的生活，这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。天叔，听我讲，你人太好了，你心太善良，但是你太自卑。这样子好不好？给你时间，我在等你。你想回来就回来，戒指你还是留着，就当一个纪念，当是我一个礼物，好不好？万一你喜欢了就回来，如果真的不喜欢，你就把它卖掉了。郑先生，你人真的很好，谢谢你。可是我不能够要你的戒指。刘经理，你好。不好，很不好。你看看几点了？你迟到，迟到了三分钟。对不起，因为今天我有一些要紧的事要去办，所以迟到了。哼，一大早就有要紧事儿，怕是良宵苦短吧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有人向你求婚，你就可以目中无人。别以为高经理要把你送到公关部，你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文件还没有下达，你还是我这里的人。你走是要我签字的。我知道，其实我今天迟到就是因为我把戒指还给甄先生，我没有答应，所以也许我不会调回公关部。如果刘经理能够原谅我的话，我还是会待在后厨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把戒指还了？你傻呀，你真是傻呀。真有钱，这么好的钻石王老五，你怎么可以轻易把它给放了呢？牛经理，可不可以不要再问我？我不想说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姓林的林海天，对不对？我跟林海天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，而且他已经离开了甄先生的公司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要是天天见面倒还没有什么感觉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知道了，就这样。进来，再见。嗯，小陈啊，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。从明天开始啊，你就正式的调回公关部当你的经理，这是通知单。
办完交接手续，明天正式上班。高经理，我也正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。哦，你已经知道了，谁告诉你的？啊，没有人告诉我，我是想要告诉你，我跟甄先生已经分手了，所以我不想因为他的关系而调动部门。再说，我在后厨工作得非常愉快，我希望能够继续留在那里。小陈，你可是真是个老实人。说还有什么事儿？没有了，就是这样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和甄先生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刚才那个电话呢，就是甄先生打来的，他告诉我千万不要因为你和他的关系而影响了你的工作。我说你本来就是一个能干的公关部经理，再调回去和任何人没有关系。高经理，那这……好了，别这么难了，赶紧把手续办了，明天去工作。 OK。 甄先生，这是 Andrew 刚送来的合同，请你签一下。他还说他很同意你的意见，到时候签合同的时候可以开个酒会，请一人一半。嗯。那晚上还要不要跟结婚狂约会啊？如果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订包厢啊。人家叫陈天素，不是结婚狂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们叫万人迷，我们叫他结婚狂，还有天真妹啊、色房东啊，都这样子。很好笑，地级。无聊。对不起，那晚上的包厢还要不要订啊？你不是为订包厢而来的，你是想打听消息的是吧？哦，不是，我只是对昨天事情非常抱歉，我是来弥补的。算了，我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，你要知道是吧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跟陈建树分开了，开心了吗？我很难过。很难过，你看你流口水了。啊，算了，告诉你，你别想，你也没有机会。我就喜欢他，就喜欢这一个。啊，甄先生，你不要误会，我能帮你工作已经很高兴了，我没有别的奢求，真的。刚好，我告诉你，这里不缺你，喜欢的话，好好在这里工作，要不然，你可以随时离开。还有，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枪，听到没有？啊，是的。是的。你以为谁呀？你又想嫁给你？臭美！啊，说什么？啊，甄先生，有事吗？合同签完了，不拿走，今天干什么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啊，你不但是万人迷，而且还是这个千面女郎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。我怎么了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在丽园酒家的事情我全看见了。看到又怎样？你真的是大言不惭哎。同样是女人，何苦为难女人，更何况还是一个毫无心机的结婚狂。你如果正大光明的去把真有钱给赢回来，我还恭恭敬敬的叫你一声甄太太。但是你现在来这一招，哦，对不起，我讲话比较直接一点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你说的对，照理来说我应该跟真有钱吵，但是我觉得不值得。要是我一吵一闹，他以为我是真心的，对我动了心怎么办？得了吧你，你骗得了自己，骗不了我。你如果没有动心的话，你反应会这么大？这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动不动心又怎么样？痴情的女人得到泪珠，薄情的女人得到珍珠。婚姻是这社会上最大的谎言，而爱情是到处乱窜的传播者。我不相信爱情，也不会轻易结婚的。照你这么说，你还一天到晚跟郑有钱放电干嘛？心想，别问我这种无聊的问题，我受不了。蝴蝶扇动翅膀是为了飞，
女人卖弄风情是为了讨好男人，男人不喜欢你，你怎么生存呢？这就是我的方法。星星，我给你个忠告，你呢，脸蛋身材脑袋都不错，只可惜不懂得怎么隐藏自己的心思，不懂得与男人合作，太生硬会吃亏的。肤浅，我只是说实话而已。回来啦，没呢。艾米，你从这儿搬出去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女人太坏了，我不能跟你住在一起，搬出去。喂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你干嘛把人家这个东西拿下来啊？你问他。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满街随便找一个男人很方便的。秦红光很可怜的，他好不容易才跟我爸在一起，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。你干嘛破坏人家？你不要以为你破坏了他，你就有机会，你不能得逞的。什么？结婚狂跟你爸不好了？哎，懒得理你。庄佳颖，记得把我的行李拿上去哦。知道了。哇，他那么嚣张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！冷静下来，先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冷静下来。真没想到啊，结婚狂居然有那么大的魄力。你爸可是本市最有名的钻石王老五吧？说断就断啊！怎么断呢？做得真漂亮，终于给我们穷人有一个希望了。虽然我不想娶她，但是看到她嫁不出去，我真的蛮开心的。喂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开玩笑而已啊，我不是不想娶，而是娶不了嘛。庄佳颖。不要！哎呀，我，我，我，喂，你好，你是林海天先生吗？我是啊。哎呀，林先生你好，早上好。你不认识我啊？我叫肖莹，威力啤酒公司的总经理。有人向我推荐，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推销员。我呢，希望你到我公司来做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？啊？什么？我。威力是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电话的？嘿呀，这个嘛，电话里说不清楚。你今天能不能到我们公司来一下？我们当面谈一谈。哦，好，那你等一下，你告诉我地址。啊，是中山东一路27号801。哎呀，好好，那。谢谢你啊，我好好好，我等会儿就去啊，我等你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威力，小姐，请问肖总的办公室来？请问你贵姓？哦，我是林海天。啊，肖总刚刚已经关照过了，请跟我来吧。哦，谢谢。夏总，哎，林海天来了。哦，哎呀，你就是林先生啊。夏总您好。哎呀，真是幸会幸会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公司呢是个外资公司啊，我们的产品呢比较高端，那个
价格啊要比本地产品要高一点啊。来来来啊，并不是我们的成本高啊，是我们要闯品牌啊，需要时间开发市场，也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加盟我们公司，你是不是感兴趣啊？可是我没什么经验。哎呀，林先生，我知道你有才干，你在真爽也干过是不是啊？只要你带一部分客户过来就行了嘛。咋吧，有钱不愿意赚？哦，不是，难道你就不怕以后我用同样的办法对你啊？不怕不怕，干我们这一行这是正常，客户就是客户，不分是谁的，是不是啊？那好吧，那我试一下。好，爽气啊！就这样啊，你就是我的销售主管啊。如果行的话，明天就来上班。那么急啊？销售主管我可当不了。哎呀，行行行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等你做大了以后呢，你要把客户都带走的时候，事先一定要跟我打个招呼。一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还有帮忙，谢谢。天叔啊，以后呢，有什么事需要帮忙，尽管说话啊，这里就是你的娘家啊，知道吗？谢谢。为什么我更孤单讲话？我觉得爱是一幅抽象画。